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91集。我们今天来大家做的这一款呢，它是镜像版本的 Starscream 天王星。其实呢，我当时在网络上看到宣传图的时候呢，我没有看到这个，我只看到这个插图，我以为是天火啊。因为这个配色就蛮像的，白底红色的条纹。那后来想想，还是超时空要塞马克罗斯啊，然后用 Starscream 的模具呢下去重涂的一个联名版呢，后来看到名字呢才写的是镜像天王星，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又是天王星小队众多重涂中的一个。那我上次做啰嗦的时候呢，因为当时那一款啊是 C 大借给我，我还没有拿到盒子，这一次的话呢算是有亲眼看到他的一个盒子啊。其实我个人还蛮，或许你会觉得有点意思啊，它做成这样有点像是一个玻璃的一个折射面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可是在我看来呢，我真的觉得这种盒子的话很难去保存了啊，而且胶带啊什么的贴得乱七八糟的啊，我个人呢其实并不喜欢呢，你就做得方方正正就好啊，印刷啊就印成是这种亮面的，这样其实我觉得也就可以了。玩具的内容物的话呢，比起普通的天王星呢多了一把大剑，而这一把大剑的话呢，它是蓝色的透明剑，然后去涂一个红漆作为握柄的，从这个地方的话呢可以轻松的把它给分开，分开之后的话呢就可以变成是两把剑，然后两把剑的话呢一个握柄比较长，一个握柄比较短，那这个剑身的话呢倒是都一样长哦，作为像是能量剑一样的感觉哦，有一点蓝色的这个光辉的一个样子，也算是有加分了啊，也算是有加分，但是对我个人来说的话呢，好像 ，OK， 我觉得，这个人物的形象拿这个光剑啊，我觉得是差了点意思啊。那我们就把这个武器给拿下来好了啊，我个人呢，并没有觉得它有特别加分，特别好看。那我们先看一下它本身的一个关节的紧实度啊，这一款的话恰到好处，非常的好。然后它的一个面雕的部分啊，它的面雕。可以看到呢，它是一个紧闭嘴唇的，不是一个歪嘴的一个感觉。然后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我这一款的一个嘴唇的侧边啊，就脸的这一侧啊，它是好像有一个裂痕裂下来，是不是？不知道是通病呢，还是说只有我这一款是这样子啊，有一点裂开的。那原本的这个 Starscream 的这个模具啊是没有的。那这个脸的话，各位看得出来是一个灰色，而之前的这个。这是一个银色的一个版本，那两者如果你把它放在一起的话呢，认真来说啊，我会觉得原本的这个 SS 的这个涂装可能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白色实在是太纯白了，导致于说它身上的一些细节啊，刻线什么反而是看得不是很清楚，这种原本的基础模具的话呢，感觉看上去呢还比较舒服一些些，所以说呢，这一款镜像的一个Starscream 的话呢，如果你不是特别的偏好啊。二者折一的话呢，你只想买一个 SS 的模具呢，这一款的话呢，我个人是完全不会推荐你入的啊，入这个原色的版本呢，可能会好很多，甚至呢，其实我好一阵子以前呢，我就已经入了这个网飞的有一个所谓一个僵尸版的一个配色，哇，我觉得这一款的配色啊，才真的是所有 SS 的这个重涂模具里头，我觉得最帅的一个。它有一个脸的裂开的一个呢，这个嘴唇一样，同一个嘴角裂开的一个样子，而且它是一个歪嘴的样子，没关系，我就当做你，已经 sparkless， 已经失去火种源，已经疯掉了，死了挂了，随便你，表情痴呆一点，我觉得也无所谓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话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啊，我是真的觉得这一款的配色要好看的非常的多，还有一些简单的绣化的感觉，而我们这一款犹如贵公子一般的镜像天王星呢。一身的白马王子啊，但是似乎没有我们这个一身脏污的感觉，或者是说这个君莫绿色感觉的这个，显然它要好看的很多啊。因此呢，在这个人形上啊，我是觉得它并没有特别吸引到我的地方啊。胸口的水蓝色可能是它身上最亮眼的部分。那另外提一下，它身上有一些部件呢，还是米黄色的，看到吗？这个小腿内侧的这个板子，还有大腿内部的这个部分啊。你看到吗？它是有一个色差的啊，这一块也是，它跟两侧的一个白啊也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我个人是比较难以理解啊，为何在这个时候做这种奇怪的分色？虽然说它在原本的模具呢，
这个部分就是有一个分色的啊，我们给各位看一下了，啊，像这一块跟这一块，啊，其实它跟两侧的颜色有一点点不一样。如果你这样还看不清楚的话呢，我拿出这一块，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它这个地方啊是黑的，里头大腿内侧都是黑色，然后外侧的话才是这个墨绿色，所以它本来就是在分件上呢，就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配色的。那可动度的话呢，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好了啊。球形关节的一个脖子、手臂平举360度的转动，而头肌的转动，甚至连拳头都可以转动啊，非常的不赖。这款模具的一个优秀啊，我已经不下数次的称赞过。到目前为止呢，除了一个还有一个三人包跟一个双人包的话呢，基本上我最近都会把它补齐啊，特别有个三人包的那个还没跟各位做过开箱啊。近期台湾好像会有一个大货会进来。到时候拿到之后呢，我还是会拿起来继续跟各位水那么一集了啊。Anyway，这一款的一个镜像版本的一个天王星，那这一集也顶多就是纯展示了啊，并不是特别的推荐。那我们呢，现在来给大家示范一下啊，这一款长得很像天火的这个镜像天王星，做个简单的小变形。那很久没有给大家呢，对这个模具呢做人变成飞机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肩上的这个武器的话呢，其实是可以不用拿下来的啊。但是呢，我怕变形的时候呢稍微影响手感，所以我还是把它给取下来了啊。手臂的话呢，把它进行一个简单的缩短。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背部啊这两个垫肩的部分呢朝后面推过去。啊，朝后面推开，把这个卡扣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松开，这里也是一样，两侧都松开。然后的话呢，我们可以先把整个先把这个后面头的后脑袋这里有一个洞，然后这里有一个凸啊，先把它给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合并扣起来。然后呢，把这个胸口先给打开，胸口必须要先打开啊，胸口从这儿把它给做一个翻开，这边，这里翻开。翻开之后的话呢，它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啊，这个头的话呢才能够顺利的给压到后面去，胸口先折到这边。那有朋友问说这边会不会多一根桩，这个就又不是第一天玩孩子博的玩具了，对不对？腰转180度之后呢，我们先把这一个原本这个肩上这两个很显眼的东西呢组合成飞机的一个头部。再来呢，脚尖跟脚跟做个简单的小对折啊，这里是有个缝的啊，跟这边这个凸这样翻折之后给卡进去，卡到这里面，到这。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这一款的变形呢是非常赞的啊。然后这个地方这个弹簧啊，它会自动的把这个小腿的这个空间呢给腾出来给我们。好，到这里扣上。然后呢，手臂啊这里有一个凸跟它的一个结合，先把这里给扣上。这里也是一样的，扣上。这一款的变形手感是恰到好处啊，并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然后这个部件的话，都利用双动关节把它往前面推下去。再来的话，我们就是把这个机翼压下来，然后这里呢有个两个凸，它要扣进这里面这个洞，然后前面这个倒钩呢要放到里头去啊。那其实它中间还要卡一个地方，卡一个这个缺口，但是呢其实你到头尾呢有扣进去的话呢，后面那个中间那一段呢其实也就没有问题了啊。到这边把这个卡扣给放进去，然后这个地方压下去啊，这样就行了。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对不对？中间的这个连接部分，齿轮状的这个部分是米黄色的啊，并非是纯白的啊。这个的话就是我刚提过了啊，它的其实是还有白色的一个色差在里头啊，虽然都是塑胶，但其实还是有差别的。然后的话，最后就是把这最后两个步骤啊，这个部分往下反下来，来扣进去。然后呢，这个胸甲的部分的话呢，它这里是有两个白色的凸，两个白色的凸在这里，要扣进这个黑色的这个部分，是有一个组合在这里，有两个白色的洞。我本来要说黑人对白人，其实人家是白人对白人了啊。好，这样子的话呢，就算完成了他所有的一个机体的一个变形了。最后就是把这个武器啊给扣上去。那么他所附带的这一对的这个武器的话呢，其实你可以按你自己的需要啊，把它扣在你想要扣的位置上。那我个人的习惯是扣在这最边边的两侧。那反而呢，我觉得在载具的情况下，这两个武器扣在两侧，好像有一种发当成是一个特效件的一个感觉，比人形的搭载的话呢，我觉得呢还要再有点意思啊。那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三角锥形的一个载具啊，其实我第一次呢在围城上面看到的时候呢，就对这个载具的造型是感到非常惊艳的，
非常的好看。尽管呢还有一些配件包可以把前面加尖啊什么，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不能够达成一体变形的话呢，那些东西呢其实都是多的，并不需要特别去搭载了。然后它的一个合缝来讲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虽然是白色的机身，但是呢出于这个模具呢本身就很优秀啊，它的一个裂缝呢可以说就非常的少了啊。然后就是会让人觉得很诡异的啊，有两个这个米白色的部分露在这里，武器呢可以扣在这个正下方。那么大小尺寸的话呢，哎，刚好呢，我们前几天给大家做的这个 Bumblebee 啊，你可以对比一下这个西克小队追击这个大黄蜂的一个形象，这个样子还是有点感觉了啊。然后它的一个驾驶舱的部分，水蓝色的透明部件，我们来对比一下。原本的一个 SS 的Starscreen 啊，我讲 SS 没错，Starscreen 啊，这个是它的一个围城时候的一个模具啊。然后整体来说的话呢，还是这一款的一个配色，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看了啊。这一款就太过纯白了啊，导致于上面你看这一些细节啊什么，你拿远一点的话呢，就几乎看不到了啊。那么这一款呢，即使是稍微这样子切个角度，就能够看得比较清楚啊。这个在一个视觉上的效果来说，可能我觉得原本的模具呢会好看一点点。当然了，我觉得呢，现在整个这个模具里头最好看的就是这一款了啊。王妃，所发售的这一个Sparkless，但是这一款有一个毛病啊，我所有的这个 Starscreen 的这个模具呢，只有这一款的话呢，它这里呢是没有办法合起来的，不管我怎么扣，它都会弹开啊。这个呢，我相信不是我变形不到位了吧？都已经变了这么多个，而且每个都能变形完，就这个，不知道是我的通病呢，不知道是我中奖还是说大家的通病了啊。反正呢，就是我这一款，这里有个小裂缝，不过我觉得我也不是很在意了啊。那如果你整个这样放起来的话呢，哪一个配色最好看呢？我真的觉得反而是这一款，当时没有特别期待，只是单纯喜欢它的一个人形的一个死灰色，但是没想到实体的话就是一个军绿色的感觉啊，这个星际大战的感觉呢瞬间强了非常的多啊。Anyway，今天好像本来应该是要聊这一款这个镜像的一个 Starscreen 的，后来好像聊这一款这个好像次数还比较多一点点啊。反正的话呢，这个模具本身好玩呢，是不用没有什么好争议的了啊。那这么多的配色，你就挑一个你喜欢、挑得顺眼的吧。那关于镜像配色的话呢，我想吧，收集欲呢应该是大于想玩这个模具的这个欲望吧啊。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讲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